今天去找我那朋友，但是那个朋友是个惊喜，怎么可以猜他？你们都很熟悉他。谁啊？你说话算数吗？当然算数啦。你这样试试给你的宝宝讲个故事呢？这给师傅争脸啊。他们走着走着，突然间出现一只大老虎，大老虎突然扑过来把小手指咬断了。这是给孩子讲故事吗？